其实现在是冬天，可是因为外面真的超热，所以说我就是把热风放下面，肚子先烘干，然后上面这一台风比较小，调40度放上面，这样它上面比较不会太热。然后里面有一台、两台、三台电风扇，加下面有一个排风扇在吹，这样子风速才够。然后我温度计坏，可是我之前测过啊，这个最高可以到38、9度啊，最低也就32度，所以说都不会太冷，只是怕太热。但是因为它通风很好，已经一般不会比外面热。好了，那吸吹风吹风，那妹妹吹风，然后进去，然后吃肉你哈，乖，然后它在里面，它不会生气，可是你一定要关门，不然你会冲出来。他说我是猫，然后就这样。